来刚才我那边的那铺路几遍哈，来我们的帅哥 DJ 老师，你望跟你在咱的会场当中来送红包，老的滚滚轻松的美罗尼，规划的咱就是说，咱的好朋友跟这一块这一块的用餐时间哦，谢谢你。来，你望跟你在咱的舞台上面，当然在咱的主持，不外包分，你的小妹小皮，当然叫我细管的啦哈，细管的有在咱做火锅，细管的在做下菜，你望跟你在咱的舞台上面，老公会细给看他们所在，嘛，咱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多多分享外表，嘛，咱的好朋友多多给小妹批评指导。 有你的名字的，小妹才有搁较进步，一支刚好，谢谢，感谢你。来，咱的讲春节的话，我出出开，当然呢，我的新月霞，我们两个是看西瓜的话哈，一定要看对我哈华的舞台上来。舞台上面安排的我的青春第一棒，哇，介绍我这个刺气质美少女安尼啦哈。来，我们的甜心呢，今天的舞台上面带来这首好的歌曲《苏记瓜歌》，来，无啥去让大家共同欣赏哦，谢谢你。 来，各位苏记大哥，谢谢。哟呼，嘿，来介绍我们的青春第一棒，来，咱的甜心，今天不带上来带来好听的歌曲《苏记大哥》哦，嘿嘿，来，瞧嘞。 Hey, hey.
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，来，一个人大家面的所有哇，真正做虔诚的，哈，众神是大的，安尼啊，啊，大家共同来跟咱的会场来，来庆祝咱的感恩节的刘众神子，今日是多圣诞节，是我的记号，好，那伊们跟咱的幸福呢，会当我是老的滚滚哈，当然呢，咱的。